天元围棋频道，我是吴新宇。本期的长形讲座，我们将继续给大家讲解无忧角以后的一些变化。在前两期讲座中我们讲到了无忧角白棋的托白棋的靠以及白棋的这个尖冲等等的下法。那么还有一种最常见的下法呢，就是无忧角的这个正的正。但是呢，在这个正呢，一般呢是有个前提一般有个前提，就是说呢，无忧角在两翼扩张的情况下采取这个正的下法。因为对方先走了无忧角以后呢，他会逐渐的向这边一步一步的扩张。而当他没有扩张时呢，白棋呢采取多一点的是先分头如果这边被抢去了，那么白棋先抢到这边一步一步来。那么当两边都被黑棋张开了以后，黑棋两翼张开以后，那么这一步正可以说呢成为一个呢显而易著易见的好点显而易见的好点。那么对于这个正，黑棋应该如何应对黑棋有些什么应对的方法，那么这就是我们本期研究的课题。首先白棋正我们要明白它一个意图，它的意图呢就是说呢从上面压缩黑棋，因为黑棋你不是两翼张开了这个已经有一个模样了吗，那么我要来消这个模样那我呢就从上面正，正完以后呢，首先把一个难题呢就留给了这个黑棋，一个难题留给了黑棋，也可以说呢是一个黑棋的选择的权利。黑棋现在可以是守右边还是守下边，这个权利呢在黑棋的手上。我们先看看黑棋守右边如果黑棋守右边，那么这个飞是对付这个正常用的招法，他呢把重心是放在了这个右方。那么黑棋飞的话呢，白棋接下来比较强的招法呢是靠下来白棋靠下来呢，需要注意一点呢，就是说呢，这个呢跟争子还是稍微有点关系跟争子稍微，白棋要注意呢争子有利一般情况下呢，由于黑棋在这里走了很多，花了很多手那么白棋在这边呢，一般呢都是白棋的势力那么白棋呢，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争子有利，当然呢，也不排除个别情况，大家需要注意你靠下来的时候要注意这个争子，这个争子所说的呢，就是说如果争子不利，黑棋可以搬白棋断，黑棋呢就退一个如果这个棋争子不利的话，这个白棋呢接下来就会比较难办比较难办因为你吃的话它可以跑当然争子有利，黑棋这个是肯定不行的如果你再退呢黑棋可以压，你这个跑的话呢它再跳，这个白棋比较困难比较困难。那么如果争子有利，黑棋有一些什么应法呢，黑棋普通一点的是扳着，接下来呢白棋断，白棋断是这个局部的守金，黑棋在这时候呢有几种应法第一种最普通的呢是打吃但这个呢稍显这个软弱稍显软弱白棋打，黑棋如果张那白棋再打一下踢白棋唬住，这样呢白棋呢从这方下来以后呢获得了一个
比较好的形状啊，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形状。这个白棋呢，眼位呢还是比较丰富的。黑棋虽然在这边守住了这个空呢，但是这个角地啊比较萎缩，相比当初的这个模样来说呢，白棋啊达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个黑棋呢略有不满。那么当白棋啊这个靠的时候，黑棋底下扳，白棋断，那么黑棋呢应该想一点呢更积极的下法。黑棋呢最积极的下法呢就是翻打啊，翻打。白棋退，黑棋呢再叫吃。通过这一打以后啊，由于有这个子的接应啊，白棋呢这个地方是无法争掉黑棋的，白棋这个地方是无法争掉黑棋的。那么接下来白棋怎么办？白棋呢也是有处理的方法，在这里呢大家要好好认真的学习一下。首先白棋第一步啊，这个尖顶这个，这是一个好棋啊，这是一个好棋。分这个打吃啊和这个打吃，先暂时不用，先尖顶一下，这个呢是好棋。黑棋呢团住啊，黑棋团住，黑棋提啊，想把这个毛病都补掉呢，这个不太成立啊，因为白棋呢现在可以搬下来，白棋现在可以搬下来。黑棋必须断啊，如果不断被人家接上，这个黑棋这些子都位置特别低啊，白棋这个下去与你当初飞起来为右边控啊，这个思路不符合。那么当白棋搬的时候，黑棋只能断啊，黑棋只能断。那么白棋呢再打吃啊，再打吃。黑棋如果断吃啊，那么白棋就顺手粘上吃一下，粘上，然后白棋呢再提掉。这个白棋提掉这个角以后呢，活角呢活得非常的大啊，这个黑棋不能满意。打吃在这也是一样啊，打吃在这呢，白棋呢也提掉。当黑棋断吃时呢，白棋就爬。这个棋黑棋呢会有一些问题啊，黑棋会有一些问题。白棋呢因为活的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打吃的时候呢，黑棋只有立下去，那么呢白棋接上啊，这个已经把这个无忧角呢给打穿掉了，打穿掉了这个。黑棋啊就是实地呢太损啊，外面也不太好攻击，这个上面有可以压啊，这边可以拐。所以当白棋尖的时候，黑棋呢也只有粘啊，也只有粘上，然后呢白棋再打。经此一交换以后呢，大家就可以看到了这两个的便宜的地方，这个呢黑棋也只有提。如果你直接打，那么这个再交换的时候黑棋给你挤住了，那么这样呢产生了以后压啊，甚至于来说有可能的情况下啊，这里还有扳了打着扳了或者爬种种这个极端的手段啊，这个反正味道呢白棋要好一些。那么接下来白棋呢就处理这边的啊，这里有个争不掉啊，是明显的争，这么打出去白棋呢不是太好，虽然能把黑棋外面这个子啊给碰伤，但是呢白棋自身的这个损失还是过大，这个白棋不可取啊，本图变化的这个白棋不可取，这个自身棋形也不能说是很好啊，也不能说是很好，这个
这边呢，这个几乎都死干净了啊，都死干净，这个白棋不行。那么打吃不行，白棋呢，就是说呢，应该轻灵的处理这个棋呢，白棋的啊棋形呢，就是说跳一个，这个白棋从轻处理就行。因为当初你从正开始啊，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压缩黑棋，压缩黑棋的模样，让它在底下呢成点空，你把它上面的模样化解就可以了。黑棋如果打吃，那么白棋呢，保留啊，可以保留这个打吃和这个打吃的先手啊，在这个在外面呢，简单的飞一个，这个棋呢，白棋可以说呢，已经呢无忧了啊，因为黑棋这边还得跟着应。就是不单棋呢被黑棋攻击了，而黑棋这个空呢也被白棋压缩呢不是很大啊，这个结果来说呢，白棋是可以接受的，白棋是可以接受的。还有一种下法呢，就是说白棋是靠啊，白棋是靠，这个靠啊，看上去非常像一步手棋啊，非常像一步手棋，但是呢，实际效果呢并不好。不如这个跳，为什么呢？表面上看上去像一个手筋，哎，引诱你来黑棋来搬，我正好一挖打，你这个子不就跑不掉了吗？但事实呢，恰好相反啊，这个黑棋就将计就计的，我就搬一个，等你打的时候，我给你来个反双打。那么你只有提这个，我再提一个。这时候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白棋提一个子和黑棋提一个子，完全是不等价的交换啊！这个白棋完全大亏。所以呢，这一步靠，看似这个精妙啊，其实是大恶手啊，其实是大恶手。那么靠下来以后的大致变化呢，想必呢我们也了解了一些。那么在断黑棋打的时候，还需要注意一点呢，就是说呢，白棋还有一个翻打出来的手段啊，看上去翻打呢，但是呢白棋这个要冒一定的风险，首先要劫财有力。啊，要注意劫财有力，因为黑棋提，白棋打吃啊，要注意防止黑棋断掉的手段。如果你不打吃，直接贴，那么黑棋退，这一打呢是永远也打不着了。这个结果就是呢，黑棋角上没活啊，这个角上没活，那么这边被拔掉一个子啊。这个白棋不黑棋拔掉一个子啊，这黑棋非常的厚，这边形状也非常的厚。白棋接下来虽然可以出头，但是呢，依然会遭到啊这个黑棋的严厉的追击。这个白棋呢，不是太好啊，没打到这一下，这个区别是很大。那么白棋必须打着这一下，在白棋劫财有力，打着这一下，黑棋接上，然后呢，白棋再战。黑棋退，白棋呢再从这边出头，这个由于打着以后，这里的味道呢就会变得差一些啊。白棋以后在这一带跳啊，或者说飞，有一些先手，这样呢，这个棋呢还是非常难讲啊。这个棋黑棋呢虽然角上被打穿了啊，但是呢这个两边黑棋的形状呢还是比较结实的，这个黑棋呢也是可以。可行。另外呢，即使黑棋暂时劫财不利啊，黑棋呢也可以暂时不粘上啊，先造劫财也可以，或者说这个劫留着慢慢打啊，我直接加，等你白棋提啊，我也不走啊。你白棋如果只是粘上，那么我就接上。白棋如果打吃，
那么白棋提再打吃，啊，已经花了两手棋，白棋呢还需要啊有比较大的劫，因为白棋再打输的话呢，损失就更大了。所以，当黑棋打吃的时候，白棋虽然可以翻吃，啊，但是呢，还是需要呢，就是说呢，根据全盘劫材啊以及全盘情况来说呢，这个危险性还是打吃的危险性还是非常大的。那么这是白棋靠下来，哎，这个黑棋扳的变化。黑棋还有一种变化呢，那就是简单的并一个。这个并一个呢，是比看似呢是有点委屈，但它的主要目的呢，还是不让白棋有接近可以腾挪的手段，可以腾挪的手段。这样退，如果白棋也简单的跟着退，那黑棋呢就达到了目的，黑棋呢可以啊拆一，对这个白棋啊进行攻击。黑棋呢反正是他先要守右边的实地，达到这个目的了，同时呢让你这块棋比较重，这个白棋呢是不太满意的啊，不太满意。那么白棋这个退很明显呢走得有点重，这时候呢白棋应该采取一些的这个灵活的招法啊，灵活的招法。那么就是第一，直接拆一啊，抢占这个眼位的要点，这是一步呢还是还不错的棋啊。那么这一步以后呢，黑棋如果扳，如果搬出来呢，那么白棋就轻轻松松跳出来啊，轻轻松松跳出来。这个子，当初正的这个子和靠的这个子，你都可以呢看清啊，看清。白棋呢不但达到了这个破掉下面黑空的目的呢，还有可能孤立了黑棋的这个子，黑棋的这个子啊。这个同时呢，白棋以后如果虎一个的话，眼位呢是非常的丰富的。黑棋不扳啊，黑棋扳下面，这个效果也是一样啊。黑棋扳下面，白棋简单一点的就跳起来就行。如果黑棋说抢占这个正的要点，那么你再即使再退一个，那么这个眼位啊也比刚才这个形状呢，白棋要丰富的多，也要好得多。有了这两手交换以后呢，白棋以后处理起来会非常的轻松啊，即使被黑棋飞呢，白棋在这个底下啊冲了拐以后也有眼位。当然白棋寻求一下这个步调靠一个也是不错的啊，靠一个也是不错。这个棋形呢，黑棋不能扳啊，白棋就挡住。黑棋扳上面呢，那么白棋呢就虎出去啊。这个棋白棋还是非常有弹性的啊，白棋呢还是非常有弹性的。所以说呢，当黑棋啊并这个的时候，那么白棋要注意一点，就是从看清这两个子，从清处理，那么呢这个棋呢就不难应对啊。对于黑棋的这个黑棋呢，当白棋靠的时候啊，还有一种最凶狠的下法呢，顶，直接顶断，直接顶断。但是直接顶断呢，看上去很凶，但是应对起来呢，其实呢不是很难，不是很难。那么呢，简单一点呢，白棋就打吃啊，你只要抱着一个目的啊，就是说看清这个子，弃掉这个，专心破我你黑方下方的空，那么呢就可以了。不要啊一直不舍去跑出来，那么这个就实在太重了啊。这一下这边两个子和这边两个子都是很难处理，这个不行。白棋打吃，黑棋退。
然后白棋接下来呢，就老老实实的，老老实实的虎一个就可以了，这个老老实实虎一个就行。这个棋形白棋本身呢也是非常不错的，黑棋接下来由于是虎子出头，黑棋接下来也呢没有封锁这个白棋的好点，这个也封不住，这个拐黑白棋就虎出来。同时在以后呢，白棋这个搬张几乎是非常的舒服白棋这个搬张非常的舒服，不但增加自己的眼位同时呢脚上还留有这个夹的大关子夹的大关子是非常大的一手。这个棋呢，黑棋可以说是比较失败的。所以说呢，当黑棋顶断的时候，白棋呢，你只要牢记一点看清这个子，就不难处理。黑棋呢，在正手右边的时候呢，还有一种招法呢，就是拆一就是拆一。拆一呢和这个飞区别在哪里呢？如果你依然靠下去的时候，那么其他的一些手段我们刚才都学习过了，那么呢你就要留心要注意，有可能黑棋搬出来要留心这个黑棋搬了打的这个手段那么你现在不能走这个因为你即使走这个呢，黑棋就给你挡住，这个白棋接下来不好处理或者黑棋就退一个，这个白棋呢也不是那么容易处理。那么白棋呢，等于就是说只有打吃，黑棋提掉，白棋呢打，黑棋就算粘上。白棋粘，那么大家这时候就可以看出这个子和这个子的区别，因为黑棋当初是飞的话呢，白棋穿下来，黑棋还得退一手，而这个跳了以后，黑棋这里呢暂时就不用走了，它就会可能直接飞出来直接飞出来。这个角上白棋做不出两个眼，那么被这一飞以后呢，这个出头就会变得比较困难了，就会变得比较困难。所以呢，当黑棋就拆一的时候，白棋呢，就呢不一定要靠下去，白棋就可以呢从轻的在这里处理，因为毕竟它是这个是拆在三路与飞相比呢，右边的目数明显呢又要萎缩不少，那么你呢这边呢也不要欺人太甚，就简单的。拆一个黑棋如果走，白棋呢，就是说可以从轻处理甚至来说跳远一点由于这里尖等等靠还是留有一些这个余位，那么呢，这个白棋其实呢也就呢达到了这个压缩黑棋的目的。如果黑棋都跟着硬，黑棋整个呢全部被白棋压缩在三路这个黑棋肯定是不能满意的白棋可以在这寻求这个味道寻求这个味道。接下来呢，这个黑棋如果就是说来攻击这个白棋，它也是不容易攻击到的也不容易攻击到。那你这时候再靠，就万无一失了万无一失了。你这时候就可以使用我们刚才所说的靠断的这个走法黑棋如果尖这个那么呢，这个子呢，依然呢可以看清，就不用再走了。总之一点我们呢就是说，当黑棋守这边的时候，它采取拆一的这个下法的时候呢，你呢要稍微小心一点不要呢这个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呢，不要像这样急急忙忙呢就靠下去。因为呢，毕竟它这个
是当初呢是有所准备的，一定要呢要防止黑棋搬出来的这个手段。当然你除了跳以外，还有其他的种种下法啊，飞啊也可以，这个是跳在这里，这个也可以考虑。不过目前看起来呢，还是这个棋形比较好一点点啊，这个棋形比较，因为下步随时可以跳啊，这个或者是随时可以靠，这个黑棋呢几乎呢是要防守一个啊，白棋再补一手，白棋靠这个当然也可以了，现在靠这个呢也不用担心了啊。这个白棋为什么这样形状不错呢？即使这样的话啊，我们注意一下，即使走成这样的话呢，那个白棋呢也不用怕黑棋攻击，也不用怕黑棋攻击。那么这两个交换啊，白棋是大大的便宜了啊，大大的便宜了。那么这个白棋再靠的时候呢，黑棋等于只有搬啊，白棋就简单顶。这个简单的顶，黑棋退，白棋就顶，黑棋挡住啊，白棋即使采取最熟的下法啊，白棋呢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黑棋依然退一个的话，那么把黑棋都压缩在二三路啊，这边也是二三路，那么呢白棋同时呢这个眼位呢也非常的丰富啊，非常的丰富，这个白棋呢可以说是达到了当初的目的。总的来说呢，白棋有这清零的招法以后呢，黑棋的这个拆一啊，黑棋的这个拆一呢，白棋只要不上当的去靠下去，那么呢，黑棋白棋呢还是不错的啊。那么我们觉得呢，在守住右边的情况下啊，在以右边为主的情况下呢，黑棋啊普通的下法呢还是飞起来。还是飞起来，白棋靠下去，我们最后再摆一下呢，这一个啊，双方一个在这最普通、最正常的下法啊，也可以说是最正确的下法啊。把这个正确的图形，我们最后呢再摆一遍啊，大家记一下。白棋先接，是这个局部的巧手。然后打吃啊，打吃以后呢再跳一个啊，这是最后这一关啊，从轻处理啊这个子，然后呢再补一手，可以说呢这是一个啊双方可以接受的这个变化，这个也是呢黑棋选择守右边以后啊，双方一个正确的下法。当白棋正这个无忧角以后，黑棋如果你想守住右边的这个棋形的话呢，那么呢，请注意啊，本图这个正确的变化。今天的讲座呢，我们呢暂时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关于下白棋正头以后另外的一种下法呢，在下一期节目中呢，我们继续呢给大家讲解。谢谢大家收看，再见。